大家好，这快过年了，在信阳的辣椒、川线涨价呀，看这都基本上都在10块一斤左右。这啥原因呗？这今年过年辣椒都吃不起了。咱们信阳产的蒜苔儿，45块吧一斤，就这么一点儿，30盘儿，这肯定别人买的不要了，没敢吃。这20多，都退出来了，吃不起啊。